再吃个油条，新鲜出炉。周围地铁都没有开，还有公交也没有开，先骑个自行车去最近的地铁站。身上沾满了泥土，快看是谁家的孩子又在放学路上啼哭。那家的主人总喜欢拖欠三天的房租，这家总喜欢在傍晚时打开明亮的窗户，调整好状态，新鲜的空气在窗外，无比的自在，小花也探出了脑袋，你或在发呆，又或是刚说了拜拜。哦，那些鬼话暂时我还不想听，跟着我一起去兜兜风。不是吧，一开始就这么堵吗？这有多堵，值了。太厉害了，不带停的。所谓的蜀道难，难于上青。老姐姐不行了，怎么还没停？啊，这受不了！累掉！我老天，连山道都没有了，都是这种石头了，算了吧。终于到一千七。70度，2000米了，希望的里程碑。好累呀，太累了。惨无人性。Later。终于被我看到山顶了，这是真正的山顶。爬上山顶的只有我们寥寥几个人。我追求了从前，从前初识这世间，万般留恋，看着天边，死在眼前，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太一遍。如今走过这世间，真正的美景。
不是爱是段心情，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，再次看到你微凉成功里笑得很甜蜜。从未感觉热狗肠如此好吃。好汉坡，现在我在走这个好汉坡，也是梧桐山的著名景点之一。在这里要唱一首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些路比好汉坡还要陡，别说好汉坡了，刚刚那些路是军人坡。下山了，下山了，下山了，好漂亮的花哈，春天的气息，拥抱春天，太晒了，忍不住要把伞撤出来。这条路比我们上山的路好走多了，这条路还有沿途一些物资补给都很充足。我的乖乖，走了八公里啊，终于下来了。就像是那灰色天空中的小雨，傻傻听听不懂神色，淋湿土地，尽管总是阴晴不定，但偶尔也会闪出星星，这都是形容你的眼睛，就像是那孤独。